噔嘟嘟嘟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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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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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嗨，刚好骑车我就播了，那你先好好骑车。嗨，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嗨嗨嗨。一会儿来，好的。注意安全，我机长力气好的，那是。Hello， 大家好。我机长的时候都是，拜拜拜拜拜拜。来了。好的，大家晚上好。我已经7点半了，发现五场公演有一点好的，就是说，哎，怎么魏楚涵连我？因为就是跟他吵是吵不出结果的，语速的重要性。说到这个语速，我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来越多人说我语速慢，但我并不这么觉得。而且我说 rap 的时候，我的语速一点都不慢。上次去给那个盛小爱编那个手绳的时候，那个阿姨也说你讲话怎么？你讲话好慢呐、啊！我说没有啊，我讲话还好吧，正常的。确实，跟甜甜前辈比，我还是不算那么的慢，对吧？我也觉得，我就一直觉得我说话就是还挺正常的。谢谢噼里啪啦 PK 的荧光棒。哦，今天真的是我。我就是真的是太困了，然后呢起来一上车一发车我就睡着了，然后睡了一路，然后但特别巧的是快要到就是该到那个海伦路的时候我就睁眼了，然后就发现快要到了，但是呢人呢还是在那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导致我一下车还没下车就把车上的那个垃圾桶当着众人的面踹倒，而且我还是第一个下车的。当时就是前面站着一排人，我从车上第一个下来就把那个车上的垃圾桶踹翻，
幸好那垃圾桶里没什么垃圾，我就是一整个呆住了，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去扶那个垃圾桶。谢谢天草荧光棒。记得呀，就是你昨天来看我捡衣服了。谢谢小张要努力端水荧光棒，没受伤，不是我受伤，是那个垃圾桶受伤，主要是。然后我就呆愣在原。然后我就走，就是那个后台前，后台就是后在有大概半个小时，我都坐在那边，就是在苏醒。我平常穿破破烂烂的衣服，我又不是乞丐。那我就是，那难道就是我说，平常我穿衣服的风格就是一个丐帮，丐帮就乞丐风。昨晚几点睡？昨天晚上我忘了是12点多还是1点多的时候，他们就又在练习室卷了那个舞蹈，然后我也在那边就也跳了，就一起跳。然后后来跳完之后，然后我又去过了一下。解语者，幸好我昨天晚上去过了解语者，不然我都没发现自己的位子就是换回来了。然后后来就睡觉。嗨，而且他们说我排练的时候穿的那个就是一个短袖，然后外面再套一件那个。马甲背心，套那个马甲背心呢，是因为穿一件短袖实在是太冷，于是呢，但是穿外套呢又很限制我的那个发挥，然后我就在短袖外面套一件格子毛衣，就是背心毛衣，然后就是跳着跳着，就是那个一边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边的那个袖子就会。叠到那个毛衣里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无袖背心毛衣叠到那个毛衣里面，然后我就是一边露着胳膊，一边是个短袖。但是我的本意并不是向大家展示我的肱二头肌。然后上次小马前面就看到我说："露西，你怎么天天露着胳膊向大家展示你的肌肉吗？"我说："不是，这是我跳舞他自己上去的，不是我自己想这么穿的。"至于格子裤，就是你裤子也不用天天换吧，而且那个就是因为有跪地啊什么的，脏就脏这么一条裤子，你不觉得格子裤就是跪地脏了也看不出来吗？就是说，解语者，没有想到就是出道以来，从我跳的最多 unit 竟然会是解语者。谢谢 DJQSKZD 的麋鹿胸针，而且昨天晚上就是我过接力者之前，就是有秒前辈在那边过那个最终回合，然后我就在旁边跟着跳，我发现太久没有跳最终回合，我竟然都有些生疏了。今天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就是这种解语者或者是毒蜘蛛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就是他们都会，就是前辈他们都会带很多首饰啊、装饰品什么的。然后每次我就光溜着脖子，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我今天就是先是六七七前辈上来，他搞了一个就是脸上的那种戴的一个那种串，钻石串，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王秋如她下来了，戴着个皇冠，然后我就看着我自己，我说我这样，属实跟你们俩比，就是有些太过于朴素了。他们是高级占卜师，我就是初级占卜师，感觉就看起来没有他们高贵，你知道吗？虽然都是金灿灿，但是看起来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占卜不太准的那种占卜师，所以赚的没他们多。
然后就是没有那种首饰品。然后后来我就在后台那里翻，然后就翻出来了一个就是耳夹，刚好它是个耳夹你知道吗，我没有耳洞，然后刚好是个耳夹，然后我就赶紧让那个姐姐帮我戴上，就是稍微显得没有那么的，就跟他们俩比起来没有那么的穷酸的一个占卜师。卷起来确实等我转正了之后呢，就是戴可以戴首饰的话就是要多多买一些就是装饰品。我有打耳洞的打算，而且我一开始是打算出道去打耳洞的，但是后来就一直搁着，我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就是因为就是出道的时候他说不让我们戴什么首饰之类的嘛，然后就感觉好像没什么打的必要。但是以后如果就是可以戴的话，就可以去，打耳洞。嗨，你好，嗨，你好。因为我感觉就是那个耳夹就很难有好看的耳夹，一般都是那种好看的那种耳饰都是要打耳洞的，除了项链手链还可以收集耳坠，那就说明卢心怡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花钱的地方又增加了，以前只用买项链，就是收集项链就是我的一个爱好，然后以后还要开始买耳坠。今天头发怎么那么蓬松？因为今天就是这么蓬松，我头发一直可以这么蓬松，只不过我自己洗完头吹干的话它就是比较贴头皮。下雨，耳夹时间长耳朵会肿起来，我其实也没怎么夹过。戴耳夹跳舞的时候不会掉吗？它戴在耳朵上，我又那个结语者它就是幅度还也没有那么大吧，就是你要是跳就什么最终回合有这种甩头动作你戴耳夹的话就没准会被你的头发勾掉之类的。好的，打字都变慢了，那就是说你的就是一个语速就是慢变慢变慢，然后就跟甜甜前辈一样。对，他今天就是他好像人不太舒服，然后他就是他上场前就在喊我，他说小卢，卢心怡在哪儿，他说他不舒服不上，然后就让我把他的分词也唱。我说你的分词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就是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是我前一句，所以我今天那个唱分词我唱早了，太唱早了你知道吗，我在他分词前别人的分词我就站在那儿唱，结果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才到他的分词，因为我就说我唱分词的时候为什么镜头那个红点点还不亮起来，后来才发现分词还没到，然后我就连着他的分词一起唱。但一般耳夹他们都会夹比较紧吧，第一次帮别人唱分词这个业务还不是很熟练。嘟嘟，而且之前每次就是读蜘蛛我那句分词都很快很快，然后我就是马上还没唱完我就要开始走位，然后今天就一直在原地唱歌唱歌唱歌。嗨，晚上好，有什么活动可以，你可以就是说等到新公演后我有时间开始画画，然后就是把之前金曲的画了，然后
就是新公演之后，也许有，就是可能可以给你们有画 ID 的活动。对，我还签了不少进去，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有空的话，可以慢慢一个两个开始画，就是得先把金曲的就是完成掉。噔噔，我爱吃甜品嘛，爱呀，那就是我觉得甜品还挺好吃的。马卡龙，然后菠萝包，提拉米苏，我都没去过罗森，说实话。金曲那天刚好浙江首考完，什么首考？学考吗？还是选考？我吃完饭了吗？我还没吃，等会儿下播去吃。选考。啊、哦、哎，1月8号，哇哦，确实现在不怎么让出街。你冲出去买了个3寸蛋糕，所以你出门是为了去买蛋糕吗？那为什么不就是出门前不拿雨伞呢？还有红糖糍粑那种甜品，红糖糍粑，还有上次就是有个。就是粉丝就是送我了一盒那个糖葫芦，里面夹的是糯米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很多那种杨枝甘露啊之类，还有很多蛋糕类的，就是大福，哦对，大福也很好吃，糯糯的，然后呢又甜甜的。但我不喜欢吃那种甜到太腻的，就是刚刚好，就是那种是最好。像我小时候真的不喜欢吃那种甜很甜的东西，导致我小时候都不怎么吃蛋糕，就是带蛋糕我只会吃里面那个胚，我不会吃外面的那个奶油。出去逛逛，我倒是希望有空出去逛。海鲜如何？海鲜，我作为一个温州人，在海的旁边。当然喜欢吃海鲜了。谢谢羊羊羊羊羊羊的巧克力。对，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就会都吃了。就是现在慢慢开始就是喜欢吃甜的，我小时候就是巧克力也不吃。今天是瓜吗？你看得出来今天就是我是一个跳完结语者的状态。每天都是瓜。梭子蟹粥，说到这种海鲜蟹那种蟹粥，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去有，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去吃那种自助餐，就是那种比较贵的那种自助餐，结果我在里面一碗一碗的吃那个海鲜的那种蟹肉粥，你知道吗？一碗一碗吃。更喜欢跳瓜还是花？当然是瓜。我觉得就是瓜的时候，就是跳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偶像多面性，对，但是呢，花也不是不行。你看，毕竟我跳了这么多次的结语者。因为每次就是剩下来，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结语者。嗯，花了 unit， 花死你，到时候就是惊艳死你，就是我们的 unit， 就是大花状态。纸盒粥，但是它毕竟也是海鲜粥，你知道吗？但是后来你知道吗？小时候我甚至还不吃那种海鲜刺身，就那种三文鱼我都还不怎么吃，但是后。然后呢，就是我去吃自助餐那边吃炒饭，蛋炒饭，你知道吗？要么吃馄饨面这种，就很亏。但是后来我就是发现了三文鱼的好吃之处之后，那种自助餐一上三文鱼，我就冲上去打一盘，
对啊，我是小时候不吃，但后来长大 get 到，就喜欢吃了。很多东西我都是小时候不喜欢吃，长大就喜欢吃。对，三文鱼，就是那种刺身什么的，现在就是很热爱这种海鲜刺身。找线索，首先呢，我都说了，我是一个花的 unit，所以你应该在预告片里面找到那个是花的前辈，反复观看好吗？那一段反复观看。推理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的预告片里，竟然推理到了凌晨3点。吃炒饭打一盘，我是一盘，就是一碗一碗的。我是花，不，我可以是花，也可以是瓜，咱们就是一个偶像多面性。我现在已经看开了，不再执着于瓜这种东西。我说的又让你迷惑了，我说的不是很清晰吗？我都说了我是花，爱信不信。今天真的是，所有人就是，平常没有出国玩过，没有，我至今没有出过国。当我想要出国的时候，有那个疫情，这个疫情，我终于有时间出国的时候，这个疫情阻止了我。我说了，我可以刮，也可以花。当然呢，这个花呢，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摸索。出国去哪？爱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都行，出去玩儿都好。为什么觉得是五人群呢？但是你就算知道是五人曲的话，就是那个上面也没说哪首歌是几人曲，哪首歌是几人曲，有没有想去的地方？那可太多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欧洲、东南亚这种地方。预告片大概能猜出来几个人，真的吗？我不这么认为。中东地区，中东迪拜吗？也有那么点兴趣。直接环球，就是，那我就是在这四八好好干，然后环球旅行。谢谢，呸，还没有吃晚饭，还没有吃晚饭。人就是一个脑子有点问题。中东、俄国，哦，说到俄国，我就想起来，我们初一的时候有那个外教课，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外教是个俄国人，然后但是初一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学英文单词还没有学到 Russian，谢谢羊羊羊羊羊的秋天奶茶。然后就是还没有学到 Russian 嘛，然后就只知道就是只会那种 America 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比较常见的那几个国家。然后就是第一节课吧，然后就那种小组那种讨论就是环节吧，可能。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有下来，然后呢我们就问他，就是说 Where are you from？就是这种。然后呢，他就让我们猜，他说就是说在中国的上面，然后我们就猜到是俄罗斯嘛，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然后呢，他就可能觉得俄罗斯的那个俄跟那个美国那英文 America 的那个
America 有点像。然后他就一直跟我们说 No America, No America。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就知道是 Russia，但是不会，就哦，当时不知道 Russia 这个词，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们就翻打开英语字典，指那个俄国，他说 Yes, Yes, Yes。无效沟通，对，我们说我们的，他说他的，就很好笑。不在同一频道，频道还是同一个频道，只不过呢，就是互相不知道对方就是说在说什么。项链店，我的项链就是说，很多是有些就是那种潮牌衣服店，然后它会有出就是出项链，然后就都还挺好看的，就是那种衣服店，然后它有也会有出项链，它也没有专门哪个哦，那种 KVK 吗？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OTM 还是什么 TOM 还是什么 MOT 什么什么 TO 不知道那个什么牌子，打算播多久？播到他们喊我去吃饭。就是我项链都是在我的就是那种网购过程中慢慢发现的漂亮项链，然后购买。苹果12手机大幅度降价，降价有什么用？我现在就在用苹果12啊，我都已经买了，它降价有什么用？嘟嘟，对，那种潮牌就是那种衣服店，就可以发现，比如说哦，还有这种，像我这个项链，它就是有一个 rapper，它的那个。潮牌品牌，然后他出了一个项链，这个钥匙。你还在用11？没事，我用12之前一直用的16S，用了3、4年好像。谢谢杨的圣诞帽。手机有没有滑手的地方？什么叫滑手的地方？有可以开的锁吗？开你的心锁。你现在还在用6S，不会卡吗？就是那个耗电不会很快吗？我感觉我的6S 用到后来就是很容易就没电了，出门就都得带一个那种就是那个小米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充电宝。你还有5，那我还有那个哦，我也有5，但5你现在看5就会觉得5真的好 mini。你甚至我上次就是回家看到我之前的5。然后我乍一下，我还以为它是四，因为真的好小，因为我记得四比五还要小，然后五的那个乘四，但是我记得它是个五。手滑口子，没有啊，我的手机它没有滑手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方方正正、圆润。嘟嘟，今晚打算吃什么？他们好像去吃韩国烤肉吗？还是啥？忘。今天可能吃完烤肉回来，他们肯定要练舞，你信吗？他们肯定要练舞。谢谢节约用水有点甜的荧光棒，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大家都很焦虑。谢谢白胡子老爹超级帅的玫瑰花巧克力秋天奶茶和荧光棒。昨天表演剪衣服，今天有啥表演吗？我总不能天天表演剪衣服嘛。谢谢君谦的麋鹿胸针和平安果，剪裤子，
裤子，我这个就是我今天 MC 上都说了，我真的很难找到，除了那一般除了运动裤，我的裤子基本上都是破洞的，导致，所以我不能再减，我总不能减运动裤吧。把运动裤就是剪掉，然后变成短裤穿。没一条好裤子，确实，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居然会找不到一条正常的裤子穿。今天我就去房间，因为我觉得今天真的好冷，我起床的时候觉得太冷，就起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感冒的样子，然后真的觉得好冷，然后我就去房间找衣服，我就想找一条不破洞的裤子，然后就找到这条绿色的裤子。幸好，我还是有不破洞的裤子。今天不剪衣服，我们也没有就是奢侈到一天剪一件。吃饭了吗？还没有吃。嗨，晚上好。你这个语序错了吧？一般不应该都是先嗨，晚上好，饭吃了吗？你是先问饭吃了吗，然后再晚上好。谢谢羊羊羊羊羊羊的糖果。我现在真的觉得大家就是因为为了练新公园，真的很就是辛苦，就是很努力，然后到时候我真的，本来我觉得就是新公演跳完，就应该不会哭吧。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如果到时候新公演跳到最后的歌结束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哭，跳哭了都，太不容易了。不饿吗？就是他们还没有，就是因为要跟大家一起出去吃。因为真的就是有的舞太难了，就是大家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就是，然后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为了把它弄好一点，就能，我感觉能跳下来，真的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多塞点卫生纸。哎，到时候真的是汗与泪水交织模糊在自己的脸上。到时候妆可能都脱光了，因为我们那个公演真的很累。然后呢，就是我真的觉得跳完前四首，这个汗大汗就淋漓了，头发糊脸上，然后妆脱了。我觉得他应该中间就是给我们补妆的时间。休息加补妆，然后才能正常的讲大 MC，但一般这样不太可能。但真的确实可能就是很锻炼人的体能，我觉得。我甚至觉得，如果我能完整的就是跳下来，我觉得明年回去学校那种体育测试跑800米，我都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就是这个体能。因为前段时间我就看到我朋友圈，他们就是体育测试跑800米都很累。像我如果天天跳这个幻境这套公演，明年的800米，我要当那个第一名，我要跑到最前面。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是那种跑800米，我都是跑在最前面，你敢信？我是我们班跑800米跑最快的一个，小学的时候。哦，讲到这个特别好笑，就是我们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是要班级选人去参加运动会嘛，然后那个800米就是要先大家一起都跑一次，然后取前几个人去参加比赛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了，
然后刚好那天他要选那个人，然后就去跑800米。我跑着跑着跑跑跑，快要跑到终点了。然后我一个回头，我就想看看我后面就是有没有人，然后就是人离得我有多近。然后我那天发烧，然后我又一下撞到了一个栏杆上，就跑着跑着撞到了前面一个栏杆上，就是人一下子懵了，然后坐倒了地上，就特别搞笑。很好笑，然后这时候老师过就看到我撞了，然后他就老师就跑过来，就围住我啊，问我怎么样，然后结果一摸，然后一摸我的头，发现我发烧了，然后我就去医院，特别好笑，怎么会？我一直觉得怎么会有人跑着跑着撞墙或者撞栏杆这种事情发生，结果竟然我自己有这种事情发生，跑着跑着撞栏杆上。它是一根这样竖着的栏杆，就一根，然后我就撞了上去。但是上，然后前几天，就是那个玻璃门，它换了新的，练习室的玻璃门，它换了新的。然后我们以前的玻璃门，它那个中间是有一条横条的，然后上面就有那个 SNH48 的那个。标，然后就是一横条这样，然后它新换的玻璃门上面没有横条，而且新换的玻璃呢，它就是特别的透明，特别的光亮，然后以至于我走过去的时候，我以为那里没有玻璃，然后我就一下子撞了上去。当时，然后里面他们都在卷舞蹈，我当时就是又痛又尴尬，就是又好笑又尴尬，真的是。谢谢小娇的荧光棒，但是呢，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不会把这个玻璃又撞坏了吧？刚下课来看我，好哦，我来给我手机充电，把人家吓到了。确实，主要是有点太傻了，就是当时就很不想让大家有注意到我撞到玻璃上这件事情。太看得起自己头了，但是我前几天刷抖音，我就刷到一条，就是有个国家的那种演员在拍戏，然后他就是那个拍戏的人，他拿起那个瓷器嘛还是什么，他就往地上砸。砸就是那种吵架的这种环节，他就往地上砸，然后结果那个，然后打到了那个摄影师的头上，然后碎了，一个比一个，那是你不懂了吧？狗狗狗嘎有狗狗狗嘎的狗狗，这个我会，我告诉你，狗狗狗嘎有狗狗狗嘎的狗狗。嗨，晚上好。对，瓷器它弹了起来，然后那个我看到热评里面就说什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的脑袋比那个地板还要硬。谢谢小小贩的糖果，像鸡在叫，确实，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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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演完吃东西了吗？还没吃，在等待吃饭。谢谢吃掉励志的荧光棒。嗨，晚上好。看看有谁在直播。好多人哦，谢谢吃掉，吃掉荔枝的荧光棒和谢谢羊羊羊羊羊羊的麋鹿胸针。混凝土没有瓷器硬，真的假的？眼睛不舒服吗？嗯，我戴隐形眼镜就会有点干。昨天不是有，哎，是昨天吗？昨天，是昨天有拍摄吗？对，昨天有拍摄，然后就戴了一天的隐形眼镜。昨天晚上我摘下来的时候，整个眼睛就直流泪。
一人眼药水。我现在身边没有眼药水。谢谢小小贩的迷路胸针。突突突！摘下来模糊不清，那是正常。你近视当然会模糊不清。不看了，谢谢鸡块的气球小熊。气死你！我都给你提示了，你竟然都看不出来。我都给你这么多提示了，你居然还猜不出来。今天头发好蓬，确实。嗯，确实。今天我一过去，那个姐姐说，就是之前帮我做那种头发姐姐就说，要今天不做那个渣男头吗？她每次都说我做完她帮我做完头发就像那个渣男，发型像渣男。然后我说我今天结语脸比昨天肿，确实我今天起来的时候眼睛都肿成双眼皮了，然后本来觉得好，就是感觉好冷，然后也不想喝冰美式，但是后来我还是在剧场选择点了一杯冰美式然后喝了，然后稍微消肿了点。为什么我叫小圆头？因为我的头圆的，主要是其实是我的脸圆了。头发打算继续留长还是剪短？当然是先留长了，还没有留到我，就是我想留到就是很长那种感觉，就没有很长，就是适中那种长发的感觉。长发胶倒也不必，这样子我跳舞的话都就是不方便，而且你想想，长发洗头发很麻烦，冰美式好苦，所以我都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喝冰美式的时候，我说这个跟那个中药一样，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多短？看，这么短吧，但不是那种学生头的感觉。如果说剪的话。大概这么多，但也不会是那种学生头那种。有想染颜色吗？那可太多了。现在天天喝，倒也没有天天喝，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就可能要喝。想染的颜色，但是我感觉就是我想剪的那种发型，其实还蛮女孩子的。但是我现在还不一定剪，没准我就是养头发养的很长，我就舍不得剪，也有可能。亮粉，那得到夏天再染。冬天染亮粉不觉得很奇怪吗？光头不行。确实剪短了也可以接。但是如果我现在接头发的话，接一次我半个月，我就是一个月工资差不多就没了。我吃了吗？还没吃。戴各种假发，但是假发就是比不上真的头发好吧，你一看就会发现，除非你买那种质量特别好的假发，但是就会很贵。裤子破的洞有自己补吗？裤子破了洞为什么要补呢？就是要这种效果好吗？
巴不得就是它再破点儿。如果是有洞的破裤，有洞的裤子，有被家里长辈补过吗？没有。我只要剃，你就买最好的假发给我，就是不必。我替你省下这笔钱，给自己买点好的吧，吃顿好的，不比买一顶最好的假发好吗？但是那时候就是那种破洞裤刚流行起来的时候，就是我妈妈给我和我弟弟穿那种破洞裤，然后去见我奶奶的话，就是可能会被剪。抹布被谁小孩扔了？他说给他当抹布，他都嫌弃呢。我说我就情侣抹布没了，一家三口抹布没了。哦，一家三口带个宠物的那个套餐都没了，笑死！我是今天后来提起来，在后台提起来，我才知道它被扔了。我昨天晚上甚至没有就是发现，因为他就是收拾房间就把它给扔了。他今天还跟我讲说，卢心怡昨天叫就是你跟我说你要收拾，但你都没收拾。我说我收拾了呀。我就记得我明明收拾了，然后他说："你桌子上那一大沓还是我扔的呢。"我说："那一沓是不要扔的，不好好收起来。"就是等我衣服走线，no，low，他不会走线的，I believe 他不会走线。算了，走线的话，那就把那件衣服剪了，然后发给你们当抹布用。衣服洗了吗？没洗啊，就是说昨天后来去彩排，去排练，我都直接换了排练的衣服穿，所以也没必要洗。先起球再走线，那个毛衣好像不太起球的样子，感觉那种材质就跟这个毛衣差不多，不太起球。剪了一人一片，不开保存，没有啊，我没有设置，可能是抖音的问题吧。我可以等会下播去看看。我刚刚还拍了一个抖音，哦，就是刚刚那个意念合一有两个版本，然后还拍了一个抖音。嘟嘟嘟嘟嘟嘟，我还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示意手势啥，咚，咚嘟咚嘟咚咚咚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有点油，给你一拳。嘟嘟是，就是有那个示意手势杀的那个 BGM，就是它咚嘟咚嘟咚咚咚咚，就这样一个手势，咚咚咚咚咚咚。发微博，我都没拿到微博，还帽儿，什么帽儿？都没拿到微博，好吗？但是我好像知道了，那个就是他让我们举着身份证拍照，可能就是要微博认证啥的。领导，圣诞变装我拍了好吗？嗯，猫耳，哦，是他跟阿珂一起，然后阿珂帮他戴上那个猫耳朵那个吗？啥时候可以拿到？我也不知道。我今天问叶总，他还没回我。我下公演问。拿到接通，拿到那必然是奔走相告，喜大普奔。我不会是新公演转正吧？18公克，我手机能发的照片都没有18个，感觉。
但是你的提议你知道吗？你之前提议说，让沈小爱帮我多拍拍照，让我营业，就是说，这个提议可能不太行得通，因为沈小爱她就是帮人拍照，她不会构图。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我就是最近拍的照片我都没发。我不爱自拍，没有啊，我自拍还是就是有拍，但是就是现在都很少有空有时间去自拍，很少。就有那个心情，有那个精力去摆姿势自拍，换几个姿势自拍。好的，科科拍，你认真的吗？阿科拍照，他把沈小爱拍的，就是那个生日照，拍的像那个红外线扫描图似的。虽然有时候他拍的还是很不错。嗨，你好。那不是想把前辈再修图，那是李慧在帮他修图呢。踢到馅儿！圣诞节有限定图吗？有。吧，有吧，圣诞，不是他们都下播了，为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微信消息。有拍摄啥声线？新公演的声线，我有拍。哎呦！再看一下消息。OK, fine。而且今天他好像是有在，他今天让我们在那种票，就是首演的那个票上签名，那种票上签名，有两张是我签的大的，然后还有两张是那种我们对所有人在上面签名，然后就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签我的名。我当时说，这么小的地方，给我先练习一下。哦，哒哒哒哒哒哒，票都买了不，就是没拿到，也要先看完再走。
不然就是白花钱。我为什么不饿？我饿呀，我等着他们要去吃饭呢。贝传说他在拍抖音，今天好漂亮，化了妆都漂亮。重生计划没了，还不是千秋乐呢？我们今天这场又不是千秋乐，出去还播吗？不一定。嗨，美女，嗨，你好，喜欢我素颜。嗯，我看一下。嗯，对，今天不是千秋乐。嗨，晚上好，等一下我看一下他回的消息。我有 TikTok 吗？有呀，我有抖音啊。我有抖音，没有 TikTok。TikTok 是外国版的抖音吧？那么多妹妹没有，就被传。就是在讲出去吃饭。啥时候还有重生？等着，总会有的。就被传一个妹妹，毕竟我身边有什么比我还小的人吗？哦，6677，但是我还没见过六六，虽然我们就是加了微信。177是好像比我大呢，我第二小。没有，王秋如比我小。哦，朱寒家也比我小。但是还是有很多一般都比我大，是吧？对啊，王秋如他不是才刚18吗？我都20了。没几个，确实没几个，你掰着一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贝楚涵、王秋如和朱寒家三个，是吧？倒数第四，这个也要排个排，倒数第四小，谢谢杨杨杨杨杨杨的平安果。大小乔，大小乔就只仅限于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我跟张润谁的？应该是他大八，我不知道他多大，说实话。这么一算，我也不小。你把6677也拉进来干什么？6677不是在北京吗？我们队伍就是倒数第四小。嗯，还是个孩子，但也倒也不是孩子。张润比我小吗？我才知道，他居然比我小。不谋。那就比我小16天，15、16天。
16天。三一这一天加上15，是不是16？30，哦，我是29号生日，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把自己生日都搞错了。Sorry，等一下，我看一下消息。无语。双胞胎妹妹，双胞胎的话会生日差一天吗？就是在那个跨零点那个时候生出来的话，就会差一天。那这样子过生日怎么办？应该在哪一天过呢？分开过，就合在一起过呢，还能省一点。分开过还得办两次生日，是吧？还得买两个蛋糕。零点过，那种出去吃饭，一般就是也不会在那个零点过吧。不是双胞胎，但是同一天生日，那很巧哎，我跟我弟就差8天，就是日期上差8天。饿死了，我都想把这个钥匙塞嘴里吃了都要。No no no，不是。哦，我跟他差5天，还不去吃饭，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要还就是吃不去吃。要排练了没有？今天刚公演完呢，回来就马上去排练。我们也不是铁，我们也不是铁人。对，今天没有排练，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练，然后明天有排练。我有好你就是九朵玫瑰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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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一个提示，没有啊，这是我送你就是九朵玫瑰花，这透露啥新公演？我这，等一下，我先看个消息。Fine，我还是点外卖吧。对，不出去了，然后也可以播久一点。快点，那我拿一下 iPad，等一下。吃啥？
我先看看。噔。养宠物没有养宠物，我现在连自己都养不起，我还养宠物。没有，我今天上公演前，我吃了刀豆土豆和饭，一盒饭我都吃完了。因为我现在发现，跟他吃过饭了吗？没有这种一对一单独吃过饭，但是就是在他毕业公演的时候，毕业公演的时候，他就是排练的时候，他有请大家一起在后台吃东西。如果这个算的话，那就是吃过了。诶，我现在又有可能会出去吃了。加微信了吗？没有。No。而且后来在中心碰，就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他有，好像就是练他的生日公演吧，好像是，然后就碰到，也没有就是敢去要微信。没机会了，那不一定。像我们。拍新公演的时候就经常碰到他，也有在那儿，就是排练。大波浪，但是我这个头发这个长度呢，大波浪它就是拨不起来，你知道，浪不起来。虽然说我是想尽力去说，但是你这个发的这个东西，我真的不会念。不是我不想，是我真的，是的，摇铃变装，我已经拍过了呀，我已经拍过了，朋友。有吗？有啊，我解禁发的，就是能发抖音之后发的第一个抖音就是圣诞摇铃。哇，就是拍之前呢是穿着外套，之后呢变成了黑衬衫，还有铃铛，还有猫耳朵。昨天光剑变装不错，你知道我昨天拍光剑变装，我发现我没有吊带，你知道吗？很无语，然后我就只能把衣服脱到这儿，然后这样拍。你们应该感谢，
就是沈小爱她的一个粉丝送给她一个真的光剑，就是让我能够很好的拍。快买裙子，买裙子干什么？因为当时沈小爱她在排练，然后我就得趁她在排练的时候赶紧拍掉，不然好尴尬，怪尴尬的，有些。那个瓶子就是我吃的钙片。要你管我有没有长高，真无语。师傅有裙子，说实话，有的呀，有一个，上面是西装，下面是裙子。然后还有一套我一直买了，一直还没有机会穿过。对，我还穿过 JK， 一直都没有机会穿那套衣服。本来想去迪士尼穿的，结果呢一直没有机会。然后那套衣服呢之前借给沈小爱穿了一次，她握手会的时候。对，黑森。对，那个就不是，也不是纯黑的吧，那个颜色我感觉。因为我平常也很少看到我想买的裙子。对，偏深色。来放点音乐，吊带裙，吊带裙，我好像就没有外卖到了什么，不，我现在又要出去吃了，但是现在要等贝叔安他拍完抖音，然后我们再出去。夏天穿，那就等到明年夏天再说。只要活得久都能等到。嗨，晚上好。冬天穿当睡衣穿。低一点。要可以上班的那种。今天妆很干净，我现在觉得我的妆就是现在画的越来越干净，就是说。私下一直淡妆吗？私下不化妆，谁私下化妆啊？就是我们这种要经常化妆的人，私下其实就会懒得化妆。就如果不是出去玩的话，其实一般就不会化妆。最近有追剧吗？最近在看那个《一见倾心》，《一见倾心》。
对，好像不可以戴口罩。而且反正大家都就见过素颜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无所谓，就戴个口罩。好看吗？就是说，因为我是看过那个男主角演的那个东宫，我觉得东宫他演的很好，我觉得他演技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就去看了这个，然后这个剧呢，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看着还挺轻松的。谢谢王莽狗的圣诞帽，还有在看那个高中带货王。素颜过什么意思？我还素颜直播过呢。对呀、啊，我之前就是人呢，就是会这样，就是你素颜直播过一次呢，我素颜直播过吗？我之前经常素颜直播呀。补档补到了，前段时间就是一般没有公演日的直播的话，我可能都是素颜，因为真的不想化妆，因为我觉得化妆就是皮肤会不好。而且我之前就是出道前一段时间，我的皮肤状态很差，就经常半个月就过敏一次，所以我一般就是能不化妆就不化妆了。眼熟，你已经眼熟了。你的这个，你知道吗？你的 ID 就是，虽然它的发音它们都一样，但是六个字里面五个字哦，四个字是不一样。然后呢，相邻的字又都是不一样，导致呢打你的 ID 的时候呢，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打。你呢？就是说，你的话就是说，你的 ID 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字，我真的不认识。因为微博老成语啊，原来如此，怪不得。这样就过了，大哥，五次机会都用了。你是微博改名，怎么也会改这么勤劳？我微博一般都不怎么改名。键盘上乱敲出来，我觉得你的这个不像是乱敲出来的。至少噼里啪啦不是乱敲出来的，劈扣可能是乱敲出来的。一年五次，那个年费 VIP 还是啥？你哦，你开通一个月务会员就可以改一次，是这样。开通一个月会员就能改一次。
的，居然害怕多的宝贝，表弟速度半霸，但是懂逼 All say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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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蓝冰冰不见前个天接受 Netflix 不能抓 Oh yeah年费一年五次，那你可以再去开一个月。如果你真的想改名的话，虽然我不是很懂为什么要改这么多次名。圆雀球，哇，圆雀球这个名字可太适合了。微博了，想不起名，哦，想不起名字是吗？这个名字天真烂漫可爱，有眼光，他知道是我取的吗？确实，你看，是吧？我选名字可太好了。哦，原来如此，给你取个帅的。你这个简体字是这个日字旁加个尾，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读，读尾吗？他和我一样觉得你老改，确实呀，他说的对，但是现在这个就很不错，因为是我取的，给你取个帅的，让我想一想。这是什么？一个叉叉，一个三声，救命！有拼音吗？嗨，你回来了。温州哪？温州乐清。贝克汉怎么拍个抖音拍这么半天？刚才推荐我的歌，我还没来得及听呢。你可以再打一遍，我现在就搜。什么来着？什么的 remix？开了一个月的量，倒也不必吧。Rather be 哦、oh ，哦，这首歌是这个吗？我正在给你想名字呢，我好像听过。啊，我听过。哎，你们今天离这个音响，就是这个音响很近，是不是听得很清楚？Exalted in the sea, as long as
second than used to be.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 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ies. You gave me a taser, you gave it, it's a shot.口袋音乐太清楚，因为你们离这个话筒真的很近。蛋糕奶油腻是吗？谢谢菲菲睡不着的迷路胸针。那你就是搭着那个胚一起吃，解腻。水果，火龙果，菠萝，乌梅，香蕉，梨，芒果。到了几点？快了，这盘应该快了。推荐这么多，我这不是推荐，看你在我的推荐里有什么想吃的，你去买吧。谢谢，快去学雅思的荧光棒。我说话太小声，你听不到。那我说话大声一点。拿个喇叭，不用。音乐关小声点，因为你们离话筒太近了。出去吃饭还播吗？应该不播。月牙意意怎么样？月牙摇摇，月牙意意，你自己选吧。羊羊羊羊羊羊，好爱银河。因为你不觉得银河是一样很浪漫的事物吗？或者是芋圆什么呢？让我想想。芋圆西米露。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可惜有你的坚持，你的真是有天会带来。好难思考，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但是月牙意意确实还不错。你知道意是哪个意吗？是那个金光熠熠的那个熠，火字旁的那个熠，就闪闪发光的那个，对，熠熠生辉的熠。
月牙摇摇也不错。意意摇摇，我觉得都不错，就是摇就是遥远的摇，摇晃的摇也不错，遥远的摇，我想是遥远的摇。你觉得哪个好？月牙摇摇还是月牙意意呢？还是你觉得都不好？我可以重新再去。就是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是吧？月牙意意。起名服务就是随便取取。不行，我这个起名服务嘤嘤嘤嘤。每个人取一个，咋？我这个直播间变成取名，就是那种像算命一样取名那种感觉，取名店铺似的。又又又又，妖价！你们觉得我这个名字值多少钱？无价，竞价，取个名。我现在觉得我目前产出就是哦，这个范例有人气月球 JK 月牙意意，远还有星际胶卷，还有什么？我觉得都起得很不错。不呀，你但是你不觉得 JK 就是？又快速又好记，四字名字，因为四字名字好取，发挥空间大一些。照烧几款，不呀，但是你不觉得就是 J 点 K 点就有点像那种高级缩写？嗨，晚上好，不行，我要，我还是要点外卖。鱼鱼这个人拍抖音拍半天不出来吃。
是吧？吐出去了，他太慢了，人家饭都已经吃一半了，我们吃个吃空气嘛，去吃。好，哦，你加上这个月牙就更棒了，有没有？一锅鸡好吃吗？Are you alrigh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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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 r你自己，你看，你你都没有，那我就叫你月牙吧。还没吃饭，还不是等这个贝楚涵这个人说出去吃，人家出去都吃一半了，他还在拍抖音，不吃。名字叫乐，你快乐的月牙，行。吃什么呢？有什么推荐吗？拍电影，笑死了。确实。人纯纯纯纯无语，最近我们得多了，确实挺累的。有什么外卖推荐吗？真是令人头秃。黄焖鸡，最近都在吃黄焖鸡，就是前几天黄焖鸡、鸡公煲什么的。嘟嘟嘟，老吃了一次螺蛳粉，就是明明每就是外卖软件上有这么多外卖，但是每天都不知道吃什么。对呀，恋爱告急，我们之前考核还考过这首歌。嗨，你好。啊，什么剧场的螺蛳粉？慢歌曲，你怎么唱慢歌曲？然后看一下，我都快忘光了。我这慢歌曲，慢歌曲。
不记得了。我看一下，如果我看视频能想起来。嘿，天猫精灵，我在，你说。我怎么突然好想谈恋爱了呢？让我回忆一下。哇，当时这个又在吃棒棒糖，什么意思？我没有吃棒棒糖。给你一圈。你才吃棒棒糖。就要棒棒的，哼，月牙星光，哇哦，不错不错，哼，打不到你，哼，谢谢吃饼侠的荧光棒和巧克力，握手会。啊，握手会我就打的。嗨，晚上好。握手会给你们表演吃棒棒糖。开玩笑。我喜欢吃什么味道的？水果可乐味的。哦，谢谢。快乐的月牙的玫瑰花。谢谢维生素 ，love 的糖果，就把棒也塞到嘴里。月牙，好了，我要下播了，我要吃东西去了。嗯，北川，你又发什么？无语，你还好意思跟我在那儿发这个生气的图标？掉，算了，不去了。贝楚涵，你给我点外卖，我气死了。贝楚涵，我快要饿死了。
小爱，饿死我！你自己一个人去吃东西了，还饿死我？饿死我，都饿死我！行，那我饿死好。对，我还没吃东西。吃什么？你在这个公屏问我吃什么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我下播了，朋友们，拜拜。谢谢鸡块，谢谢我小熊，拜拜。我实在要饿得头晕眼花。谢谢维生素酪的糖果，拜拜。谢谢小小饭的糖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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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月牙巧克力，拜拜。